我爸马上64岁了，我打算送他一套西服。这将是我爸有史以来第一次穿这么正式的西装，我觉得我都被惊艳到了。爸，准备好了吗？马上就好。这买个西装，至于打扮来真精致啊！我也没正儿八经的穿过西装，还是20岁照相时候穿一回，那是姐姐的西装穿的。呀，就这都中了，爸。哎。我今个要叫你当全村最靓的仔。啥子啊？靓仔。靓仔。要买就买个便宜的，别买难贵啊。其实我也想买一套，平常也穿不着。你以前不是的呀？就像每个女生都有一条小裙子一样，我觉得你也不能有这个遗憾。来，这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啊，你尽情的挑啊。那我就不客气了啊。这是一种单西装。这是结婚穿了吧？我觉得是，这太中规中矩了。买个薄毛呢吧？这个好看不好看？好看呢。好看。这个还显年轻嘞，你看还带暗花嘞。我本来给俺爸在网上买了一套，但是穿着不是特别合适，但是下穿了。哦，那是。哎，薄料嘞。哎，穿一这不中，穿一套吧。你看爸穿了一套，一套一套的。中中中中，哎呀，谁画一个人真帅呀！这衣服都是，你的胳膊可以随意放。我瞧。俺爸从来没有穿过西服。没穿过。哎，胳膊都不知道往哪放了，哎，这样架着。来，我这个是新娘媳妇，不会拿个人。哎。啊，这个。带劲不带劲？带劲。带劲了哈。里面这个衬衫配套不配套呢？还是你毛线是这个？60多岁穿这个，这个衬衣是不是显得有点太年轻了？这个衬衫好看吗？得试一下。这个也好看呀，庄重一点，这个洋气啊。对，这个庄重。爸，你都洋气了。洋气了。黑色有点像上班族了，也可以，但是感觉没有那个洋气，没那个休闲。中了。花俏一身，你这一穿这个衣裳，你都成了闺女的老板了。哪啊？成董事长了。董事长，我就是董事长啊。想要不想呗？可家才说我是个老板嘞。他现在已经标榜上自己是老板。想要不想？啊？这个是差不多的。想中了，想中了。这说也中哎。再接着把这个衣裳穿一穿就放出来，等那闺女结婚的时候再穿。啊，等她结婚时候穿。那我冬天结婚呢？我夏天结婚。来，我夏天结婚你穿不了。穿一穿，坐空调房里，西装要得露出来了。回来穿个大，里头穿个羊毛衫，我连西装一搭，出门嘎嘎的，听你炸街了，炸街，你这是炸街啥意思？有炸街不着这个？啊？着啥炸街不着？炸街就是个街上运呢，是不是不少？你把镜子给我拿出来吧。对呗，用这个大的吧，接着找着钱。我穿着村里都是会不会笑我呀？不会呗，你放心吧，帅得很。变一下脸呗。哎，我小时候想说，是不是当爸爸的都是那种西装革履才气派呀？但是我觉得你穿啥都可气派，你穿这更气派。这不给我照个照片吧？等人到齐的时候再照呗。你要我急啥的？我想自己单独照一张来。哎，你想搁哪儿照呀？我想搁我种的花那照一张来。中，你也没光顾。搁这中不中？中，没问题。1、2、3，开心。